他在干嘛啦？我的很糟是不是？很糟啊！奇怪，我到底能装什么东西？痰盂啊！姐姐怎么了？停下来！姐姐哦，他的硬奶太好看了吧？来来，我们再转他一下。四颗星，代表我们四个人。哦，好开心哦！你听起来不是很开心？学什么？你们在学拉胚吗？不是，是你刚说在这边晃一下。你要晃。我的晃是不同的晃，你的是抖啊！啊，我们是硬汉兄弟，硬啊！除了台湾的以外，还有一些马来西亚甚至一些国外的人有看我们的影片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台湾知名的莺歌老街。硬汉兄弟，硬啊！这么硬，你们很屌哎！看你们来这边非常多陶瓷器，我们简称易碎品，所以你们如果来这边逛的话要小心，不要逛完一圈之后赔很多钱。哎，对不起，他们被猫吸引走。哦，对，莺歌其实也蛮多街头艺人。哦哦，加油加油 ，nice！ 给我们彩圈输的从上面前滚翻下来，会死掉啊！不，快来，对吧？小心小心！思考，我好晕啊！不行啊，我超晕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啊，我们莺歌行程就这么结束了，亚飞吗？亚飞。所以卡通不是演假的，卡通不是假的，假的。今天来莺歌天气非常的好，我发现莺歌是一个很古色古香啊。老师告诉大家，我从来没有来过莺歌啊，真的、哦，你第一次来，我见你，好朋友，好朋友。你叫卡通。还有荷包。莺歌老街它有个知名的就是拉胚，我等会带大家去拉胚，我会拉出一个非常优秀的杯子，上面到时候会写硬汉兄弟送给粉丝。什么叫做拉胚啊？就是一块粘土放在一个平台上面转啊转啊，把它拉成一条你自己喜欢的形状，就叫拉胚了。那为什么是胚？不好说。我知道他是蔡依林的粉丝。关你想中大中我胚。好了，谢啦。没有关系的，真的没有关系的。那亮亮的台语是什么？亮亮。那一根根一夜台语什么？一一错是鸡鸡，因为鸡能杀鸡啊。小鸡鸡，谁教你？陈一一，陈鸡鸡，陈鸡鸡，陈鸡鸡。这里的地板全部都是石头，一格一格这样子叠起来。莺歌老街的部分，现在要来做公益。这么强，你会分我吗？不会，走开，下班。OK， 我是来做公益的，没错，漂亮。谢谢。硬汉兄弟，2019年完全没有变财运，是证明。我们还是好好赚钱就好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厚道，厚道你只管啊！我们好不捧场，下次不要跟你们出来玩，我要改你们的频道密码。改频道，然后把它改成一定看妹妹，我们两个血缘争论，我们一人一半，要抢。哎，要抢我频道？没关系，我们频道没有赚钱，我们没有这么困扰。没事，拿去用，拿去用。它里面起雾，哎，为什么？那是指纹吧？哎，起雾哎！你们四个人看起来像笨蛋。太棒了！好老帅哦！各位该的街头艺人就是我的好兄弟，我们巧遇他。真的，今天这个美好的假期。碎，太棒了！是我当兵的好兄弟，大家多支持他的表演，真的。看一下我的肌肉，看一下他的手臂，有吗？你是真正的男人！加油加油！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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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一次通常比较紧张啊，会比较害羞啊。往旁边滑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大哥，轻一点啊！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OK， 好。好美哦！怎么说起来了？哎！怎么办？哎，回来了！哎，他在干嘛啦？我的很糟是不是？很奇怪，我到底能装什么东西？痰盂啊！姐姐怎么了？停下来，姐姐。业余跟职人的差别。天哪，大师级的等级。耶！完成。身为硬汉兄弟，当然是要弄一些硬的东西在上面。你觉得有什么是硬的？你平常有什么东西会是硬的？哦，那很简单啊。他好像蜻蜓哦。对啊，我是要做蜻蜓啊。OK， 你们看出来吧。你的头打一打不见哦，完美，太恶了啦！怎么那么恶嘞？这就是蜻蜓啊！它接触空气挤出来，我看它能不能经过火焙的考验，变成一个完整翘起来的蜻蜓，然后帮蜻蜓开一个洞，还是用的。
蜻蜓的屁屁。你为啥要摇头呢？哎、欸，干嘛？没有，太棒了。俗话说，认真的男人跟女人最帅最漂亮。那我美吗？你很美。那我美吗？讲话、啊。这个人很认真，但是我永远看不出来他到底哪里帅。我跟亮亮这么认真在做这些东西，希望是小婴儿收到的时候，他收到我满满的爱，多满，这么满，满到让你会有点吓到的那种。啾一啾，是是是是是是，单字写错了啊？真的吗？我要打叉叉的。U Y S， 我知道，调度调过来就可以了。简直完美。好，宝宝，真爱大考验，请问这四个中哪个是亮亮做的？当然是这个啊，也不对，是这个，因为它比较立体。好吧，你赢了。我很怕他们两个因为一件事情吵架，你们。我们不吵架的。打一架。对，我们打架。我想要拿一个筷子射掉他的杯子。哎，我真的结束了，我接近完美，华丽的看一下，我的蜻蜓是很有生命力的。如果收到这个礼物的小硬汉是他的爸妈帮他收到，你觉得他爸妈会说什么？以后不准订阅硬汉兄弟这个频道，他收了什么鬼碗？他说哇，这是蜻蜓啊，你相信这是蜻蜓啊？好，上面写字卡，不好意思，硬度不够，所以翅膀不做了。我有一个中同学叫海星，我问他为什么叫海星。可能长得像拍打的教室里面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啊？对，我刚刚有一个疑惑，是在笑什么？爸爸辛苦了，来没事啊，换人，包漂亮啊，你看他，哎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好美哦，你看我的虎牙，你那个是虎牙，辛苦了辛苦了，这是我们硬汉兄弟的作品，太棒了，没有，这是彭伟伦的作品，哪一期？哎，这哦，他的硬奶太好看了吧？来来，我们再转他一下，哎，来来来，代表我们四个人，哦，好开心哦，你听起来不是很开心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英哥老街一日游